欢迎收看老王超短播报。近日斗鱼二月份主播收入榜曝光，女主播吸金能力非常强，冯提莫157万稳居第一，陈一发143万排第二，新晋吃鸡主播呆妹129万排第四，大司马和张大仙名列第七第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卢老爷直播间虽黑屏，但一月还是有94万的收入。户外板块三人晋级前十，吸金实力不容小觑。